年无心说一下。大众向上优越性。好，上课。所以讲到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啊，那既然是他非一切众生现前的知见之所度量，他叫做现灭度，是现灭度，他是为众生拔尽一切众生的妄想度量，他不是众生的心中所有一些伎量的那些过去的一些流转妄想，那叫做灭度。那既然不是，这话要讲回来，因为我们要讲的是无量寿经，将来要讲到是法藏的四十八愿，也要讲到西方极乐国土的庄严。既然已经知道是灭度，它不是众生妄想伎量，它不是众生的根本的心中所有一切度量的，它就在大觉体上的一切限量呢，那当然叫佛国净土庄严嘛。所以依法不增，依法不减了。山川土地林木池沼一样现，在世间上一样现，所以你也知道世间上有如是相。整个世间中就好像我们讲的那个觉体一样，世间上也是一个大觉体。那整个因为世间为什么它是个大觉体，它就是从根本的一个心性中的根本大觉中所现，所以世间上也是大觉体，所以它也具足一切世间的一切万法种子啊，不断在心法之中啊，在这个世界上用眼睛所能够见的，耳朵能够所闻的，所以一切万法当下，所以一切形形色色，哪个不是形体的种子之所成就的？所以世间要是在也，它也是在形体之中，所以同时世间也就是一个什么，也就是世间种子量，它就是世间种子。地水火风四大中都在其间，那地水火风四大都在其间，那当然能够现尽庄严。但是那个庄严呢，那可能就不是我们现在直接用现在感觉到现在我们这么粗糙的感受啊。所以在佛国净土，在种种那种这经典中讲，佛国净土一样什么？佛国净土，此国之中所有一切人天天人菩萨一样看到佛国的庄严呢，看到大树成荫呢，宝树成行。可那个时候见呢？他念念之间看见是心际之中的心气的表现，气气物的气，心气，一切气世间的所有一切现前现量，哪个不是衬托当土众生菩萨智慧的种种德恨？所以他有如是心故现如是世界，所以才能够讲到西方净土的庄严，那是真实庄严。那因为下面就要讲到他一无所作一无所有，因为他不是众生的所有一切妄想嫉妒，所以他根本不在什么，不在一些妄作上面，那些有作有想有为之中的那些众生的业感之见上的，他是从根本大觉心起，根本称性之中本来如是的根本庄严，所以本来称性现前的庄严，所以叫无作，因为他本来称性，所以叫极乐，所以才能够叫极乐，是称性的庄严。那个意思就是你在过去世间的感觉，你倒过来看过去的世间感觉都是业力的成就，种种生生灭灭的变化，你换一个，你就换一个角度来看，你站在觉体中来看，哪一个业力成就不就是你觉体之中的根本应用的庄严，也就是净色之前，过去在净色上面都是让你流转在世间业力的种种的开始，那种深厚，你倒过来看，那意思就是你站在净体中看，哪一个净色过去的那种业感深厚，不是现前净体所流出的一切净色清明的庄严？所以那个时候的世界就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世界观的，我们现在的世界观是在唯趋念头之上向上，向自己心底深处，向自己根本不知名处去，想要去攀援，想要去蠢惰。
你已经堕在业感是非之上，就好像常讲那个如大海，你突然起一个水泡，你拿那个水泡想来量大海，要岂是那个水泡之能力能及的？起泡就已经是妄了，你还站在那个妄上起那个妄心，想要再来量大海，你能那个妄心量大海，那就把自己跟大海已经隔开了。在妄心已经是过救了，再来把自己跟大海隔开，再来去思维大海，那是妄上加妄。所以那个世界它本来就是无作，一无所有，不起不灭，得平等法。这边讲到平等法，根本不起不灭。刚刚讲到世界灭度，那为什么这边又讲到不灭？灭度是灭去灭掉一切妄想伎俩，既然没灭到妄想伎俩，所以连灭都不灭，灭都不是在灭上伎俩的，叫做不灭。那你说讲这个是不是太深了？对现前有什么作用？行者就要在每一个现前的念头里面，你看到是觉体，你不是灭前面的念头的，你不是在做前面的念灭那个觉那个念头的，但是你在任何念头上看到觉体，那个念头还有过去的种种业感势力吗？它还是过去的种种幻觉吗？不是了，它是什么？它是根本清明，那叫灭度。但是这个灭度是以你真正有为的种种作用中的灭相吗？不是。那灭度现前时，那过去让你流转那个感觉、那种色相、那种情境还在吗？都在。那还有势力在你心中吗？度都灭了，那怎么还有势力？度就是度量，它在你心中的称量，那个度，你根本没有负累了，那怎么还有什么样的势力？那你不明白它的势力吗？清楚啊，黑有黑的什么势力，白有白的什么势力，清清楚楚啊。所以叫不起不灭，得平等法。